老子。三，赵林让开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砸老子！如改装电动自行车于道路上违规超速，依《道交条例》第72条之一，可处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。另针对没有检验合格的微型电动二轮车，依《道交条例》第12条第一项第二款，可处车辆所有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0800元以下罚锾，并没入。警方目前通知车主到案说明，如有危险驾驶，将依法举发送办。